去买什么菜呀？买条鱼来吃。还有买啥？正常没考虑，要不买点牛肉吧。要不你一个人去买，我在这里等你了。不好啊，走啊，一起。我不想去啊，你去了。我也不想去。那我们吃快餐，让我哥一个人在家等着。也可以，我们俩开车出去吃吧。那回来他把你轮胎都给卸了。他卸我轮胎，我卸他轮胎。他就十一路哪一来的轮胎给你卸？一辆腿卸他一点胳膊腿呀。我看到前面那里有甘蔗了，等会看看多少钱一根。又是十五块。应该不会那么贵的嘞。来说，这个是刚烤出来的吗？刚烤出来的，要几个？我要一个甜的，念着。多少钱？一块五。你看我们刚刚买了这么多，那不是今天的预算又超了？不超就超啊，我也没办法。那嫂子回去之后不是说每天的生活费只有30块钱一天三个人吗？有时候有一天，有时候没达标哎。这样比吗？也是啊。问你个事呗。我一直在这几天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，想一个问题啊。啥问题？就是我在想我在什么程度上才会惹你发飙，惹你发脾气。想一下，我也不知道。那好像没有。那你觉得我们两个在什么情况下就是说会发生那种大吵大闹，然后很长一段时间冷战的那种？我也不知道，没有过。你有吗？这么久了有吗？没有。那我问你啊，我这样子问，就是你跟你之前的女朋友有没有因为什么事情大吵大闹过啊？没有。怎么可能？我去拿。那我问你，我在什么程度上面会触碰你的底线？我也不知道。你的底线是什么？我的底线。你没底线吗？我的底线。那你的底线是啥？谁都有底线。我的底线干嘛要公布出来的？你这个人好无趣哦！你说你。我的底线是我的底线，那我的底线我不能跟人家说啊。那你的意思就是不能提前告诉我是吧？我告诉你干嘛？哦。我跟人家说干嘛？老谋深算。人都有底线了。你说你告诉我，我在什么样程度下会给你惹毛，是不是？我好提前防范于未然，是不是嘛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我得想一想，要不我想一想，这两天我就给你惹毛，看你会不会发脾气。那你试惹吧。我把你惹毛了，然后我就跑去老姐那边躲着。去吧。好不好？真的啊。那你到时候就一个人买菜、做饭、洗衣服、上班，回来好晚了，然后。那你要自己管自己哦。又不是没管过。
好像也是哦，我那段时间在家你也是自己管自己哦。我还不是上下班呀，媳妇回来还不是冲凉洗衣服，洗完衣服睡觉，第二天照样上班。也是哦，你看现在我在这，你又得洗衣做饭，还得去买菜，又当爹又当妈是吧？我一个人做饭，我还随便做，随便弄点吃的，我一天10块钱都搞定。那你的意思是我在这里是个麻烦是吗？没有啊，没说。走了，快点回去做饭。嗯。今天晚上又给你做，我不做了。啊、嗯。老师在家里，我没做完。所以说现在要好好锻炼你嘛，是不是？锻炼你的厨艺嘛，快点走。不需要。你的饼干。